诺富特饭店在昨天爆出第一位哦，就是这个房务管理人员案120染疫，他目前呢还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当中，是属于呼吸重症。其实他早在17号的时候呢就发病了，后来曾经三度的到住家附近的诊所就医。那么外界就质疑说，为什么这个诊所的医师会没有发现要来帮他采检呢？对此，这位医师在今天也对外表示，他非常的无奈。当时他的确有询问按120的职业跟接触史等资料，但是对方疑似没有主动告知。那么他在曾经三度就医期间接触到的四名医护人员现在是居家隔离，另外呢同诊所看病有16位病人呢则是自主管理哦。那么现在呢外界也在质疑说，那么如此一来按120是否有涉嫌隐匿呢？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再向双方询问。至于有专家认为按120的 CT 值21代表他的病毒量高，再加上他的IgM、IgG 抗体都是阳性，推测他有没有可能是染上了不同的病毒株，引发第二次感染。指挥中心回应，初步研判不像是二度感染，会在追踪整个病毒的变化。那么另外呢，又有专家提醒哦，未来那个这个健保卡是不是要对这个高风险的职业要主动来注记？华航诺富特饭店房务管理人员案120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插管，属于呼吸重症，而他早在17号就发病，后来曾三度自行到诊所就医。外界也关注目前这间诊所医师的身体状况。30号医师透过电话转述，说自己还有护理师身体都没有什么异样，也已经按照规定休诊。不过他无奈透露，外界质疑为什么他在看诊时没有发现异样或是采检。他还原当时状况，说他有询问过案120的职业史和接触史，但120疑似没有告知，也没主动表明在防疫旅馆工作。医师感慨，这种状况就像炸弹，在哪里爆炸都不知道。那这样按120是否涉嫌隐匿呢？没有办法从片面来讲了哈，那当然两边会去询问。他有症状，一定我们要经过注记，我们就会很快就把他转诊。其他医师也替这间诊所的医师抱不平，而指挥中心也亡羊补牢追踪这些接触者，包括诊所的四名医护都已经居家隔离，另外其他16位病人因为有戴口罩列为自主健康管理。现在又有专家对案120提出质疑，他在29号确诊时的 CT 值21显示病毒量高，再加上他的 IgM、IgG 抗体都是阳性，回推他17号发病这段10多天的时间，一般正常状况染疫10多天后病毒量就应该会减少。但是代表近期感染的 IgM 却被验出阳性，专家推测他会不会是染上了不同的病毒株后引发第二波感染。 IgG、IgM 整个抗体的这个检验值哈，这个反应值其实是跟我们一般这个已经确诊一阵子的病人相比的话，大概只有它反应值的1/10左右，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蛮算弱阳性，所以应该跟我们想担心的这个二度感染其实是又不一样。指挥中心初步排除案120是二度感染，但会追踪病毒变化。至于案120究竟有无诚实告知接触史，也还要再厘清。记者纵报道。